19题，浓度皆为 0.1 dm 的氯化钠水溶液、碳酸钠水溶液、醋酸水溶液，请问三者的 pH 由大到小排列的顺序为何？我们晓得 pH 值如果越大就表示越碱， pH 越小就代表越酸，酸性的 pH 值小于7，碱性的 pH 大于7，中性的 pH 等于7，氯化钠水溶液 pH 是中性的，所以它 pH 值等于7，碳酸钠水溶液是碱性的，所以它 pH 值会大于7，醋酸水溶液是酸性的，所以它 pH 值会小于7，所以呢 pH 值由大排到小应该是碳酸钠大于氯化钠大于醋酸。所以第19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三者的 pH 值由大到小排列的顺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碳酸钠水溶液大于氯化钠水溶液大于醋酸水溶液。